再传弟子，乃至于天人神仙，只要他不违背这一个原则，我们都可以承认他。一般说，最复杂的是鸾坛，我们本省称之为神坛降机福鸾。那么所降临的也有很多，佛菩萨、天人、神仙之类的，可是这一些事情可靠性有多少呢？而这一个事情普的存在于民间，不但现在有，古时候已经就有，不但中国有，外国也有，方式跟我们中国不太相同。像早些年学生所玩的碟仙，那就是外国式的浮鸾，跟我们中国沙盘上写字的很类似 tilde 反斜线。在民国初年，大陆上浮鸾的风气非常之盛行，好像在学术界里也曾经研究讨论过这个问题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曾经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我的老师张家大师。大师告诉我，浮鸾有这个鬼神降坛，这个是确有其事，不是假的。这一些鬼神，大多数，绝对的大多数，冒充佛菩萨、古圣先贤名义来降坛，其目的也不算坏，因为这些灵鬼，他们也想修善积德。如果用他本人的名义，那真是世间所谓的人为言轻，纵然降坛了，大家不相信，所以他就冒充佛菩萨的名义来降坛，其实决定不是佛菩萨。那么他呢？这个大主意也是归过劝善，劝勉大众相信因果报应，断恶修善，劝人做好事，这是他自己在修善业。至于灵验上来说呢，小事情很灵验，为什么呢？这些灵鬼有神通，他这个神通能力很小，所以你要问最近几天的事情，他跟你讲得很清楚。你问两三个月之内的事情，他有时候也很正确。但是你要问到几年以后的事情，一年、两年以后的事情，他往往就不负责任，胡说八道了，这个就靠不住。因为他的智慧有限，他的能力也有限，他的缺点乃是强不知以为之，这个是他的毛病。tilde 反斜线。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满清王国就亡在浮鸾上，这个是最愚痴不过的事情，因为当年慈禧太后相信这个事情，所以满清这些王公大臣遇到国家重大的事情无法决策了，就来浮鸾请神仙来指点，请这个佛神仙来指点，于是乎指点得把他的国家给灭亡了。所以张家大师告诉我，这个事情是有，但是不能相信，不可以相信。那么我也确实参与其事，去仔细的看过很多次，有些是真的，有些靠不住。而这些东西曾经有一度被这些野心分子所利用，就是白莲教之流的，利用这个来号召愚痴的老百姓来作乱，那这个是罪业就深重了。tilde 反斜线。那么还有，也有极少数极少数是真实的，譬如也许有很多同修读到西方阙旨，那么我印的这个本子，这个经本子末后一篇就是西方阙旨，这一篇文章也是浮鸾浮出来的，但是我们自始至终看看里面所讲的，确实是佛法的正理，不但是正理，而且是相当的纯正，他做到了与净土法门这些道理方法完全没有违背。这一篇东西确实是菩萨降临的，它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这是劝修净土的法门。所以我们对于鸾坛这些东西，最好像孔老夫所说，敬鬼神而远之。为什么？灵鬼他也是众生，既是众生，当然他也有佛性，
所以我们要尊重他，我们要礼敬他，我们不需要亲近他，更不需要去信他，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态度。那么如果你要喜欢接近呢，那你一定要记住正法的原则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所讲的是不是正法。如果为正法法印所印定者，就是与正法的精神、意趣、宗旨、修学方法不违背而相同的，我们可以信得过，可以依照这个办法来修学。tilde 反斜线。譬如西方确指他给我们讲的修净土这个方法值得采取，他这个念佛的方法是以一天分为十二时，这是按照我们中国过去这个时辰来计算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那么一个时辰等于现在的两个小时，是以一个时辰为一堂功课。这一堂功课的做法，他的办法是一卷弥陀经、七遍往生咒、一千声佛号、一百拜佛，这个办法确实是好。个人修直接了当，团体在一块共修又不麻烦，我觉得比现在有许多地方打佛七那个方法还要好。为什么呢？他有静，他有动。譬如人坐久了，这个坐久了，他要不昏神就吊举，吊举是心里头妄念七上八下，会有这个毛病。那么他念诵的时候不多，一卷弥陀经、七遍往生咒、一千声佛号，占的时间不多，你这个心确实可以定下来。到定下来之后了，譬如说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感觉到腿子有点麻木了，坐了有一个小时了，可以起来活动活动。活动活动怎么活动呢？拜佛，拜阿弥陀佛，起来拜一拜拜。那么这样一堂功课下来，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四十分，当中可以休息二十分钟，然后再接着第二堂功课，每一堂功课都是这样。所以你一天做一堂也可以，你早晚功课照这样做，一天做两堂也可以。如果你没有事情，年岁大了，退休了，没有事情，你一天修个四堂、五堂、六堂都可以。在精进佛期的时候，二十四小时里面不间断，我们做十二堂功课，那也很圆满。所以他这个办法，我们值得采取。tilde 反斜线。我成立了图书馆之后，我们图书馆一个共修会就采取这一个办法，用这种方法来进修。所以我们念佛会的课程很简单，就是一遍弥陀经、七遍往生咒、一千声佛号、一百拜佛。我们的修学方法就是依据西方确指来制定的。那魔这个就是讲它可信不可信，一定看它的内容与佛法有没有违背，有没有抵触，要从这里来看。所以佛法这个心量是广大的，不是很窄小的，对于一切问题并不武断，任何人说都可以，只要你说的这个方法原则跟我们一样，我们都承认都接受。譬如人家问什么是佛法，佛法讲戒定慧，如果他那个地方不是佛教，是其他宗教，他也讲戒定慧，我们就可以承认他是佛法，他所讲的那就是佛经。因为经有五种人说，不一定是佛说，这比一般的宗教这个心量大的太多太多了。这个是佛法值得我们敬佩之处。我们学佛的人也要有这种雅量，要能够包含一切。tilde 反斜线。像几年前我从香港回来以后，在中国佛教会大专讲座里面起讲了凡四训，
那么诸位晓得了凡四训不是佛经，是袁乐凡先生对他小孩的四篇训词，家庭四训，他的家训，我给学生们讲这门课。接着又讲感应篇，那么大家更明白，感应篇是道教的，不是佛教的。tilde 反斜线。在更早些年，在民国51年，我在大西关帝庙讲过文昌帝君英志文道教。曾经有法师来直问我说，法师你在佛教道场里面讲佛经不好吗？为什么要讲外道的经典？诸位要晓得什么叫外道，什么叫不是外道，这一点首先我们要搞清楚。佛法里面所讲的外道，心外求法就叫外道，纵然不是佛门，他们那个道不是心外求法，那不能算外道呢。如果说它不是佛教的经典，我们就不能看，我们看了就犯法，这是偏见，这是狭义的意识，这一种知见不能成佛。为什么呢？这是迷惑颠倒。所以我就回答那位法师，我说，法师我请教你，佛门里面常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，这个四句话你承不承认？他说我承认，当然大小乘经典里面都有。我说这四句话是不是佛教的法印？是，可以算得上是法印。那好了，文昌帝君英志文感应篇了凡四训里面所讲的是不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？这一个法师很聪明，听我这么一说，他脸就红了，一句话不说。 tilde 反斜线。所以我们看世间一切的典籍，只要它内容所讲的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就可以把它看作佛经一样，可以读，可以讲，可以研究，可以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，那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别的宗教